您相信吗？经过训练的灰海豹可以哼出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旋律，以及《星际大战》的主题曲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这是在英国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研究成果。灰海豹能够模仿人类的歌曲的曲调，只要透过学习，灰海豹不但会哼出旋律，也可以复制出人类母音的组合。在机器播放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旋律之后，经过训练的灰海豹竟然能够模仿出相似的曲调，非常的不可思议，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学习能力。这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苏格兰海洋研究所发表的研究，此项成果将有助于开发研究语言障碍的新方法。研究人员贾尼克教授表示，这次训练的三只海豹佐拉、甘道夫、贾尼斯，在出生后两三个礼拜后开始对听觉环境进行监控。一开始先让他们熟悉海豹的声音，接着慢慢调整到人类的音调，让海豹学习复制新的声音。而佐拉特别擅长模仿旋律，他目前能复制十首曲目的旋律，虽然复制出的音调并不很完美，但还是令人相当惊讶，毕竟这都不是海豹原本会发出的声音。此项研究是声音学习的一大突破，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。而人类与海豹存在相似的机制，可以建立模型来解决语言障碍，有助解决发音困难。